就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就是阿公年纪那么大了还要下铁，就是可能我们从小长大了以后出去念书工作，那陪伴在老人家他就是那一块田，那那一块田就是他的心肝宝贝，其实我们都忘了我们是从哪里来的，其实只有农夫他知道，因为他每天都是跟土地对话，你要去了解，你要去感受，你才能够学习尊重。你在这里啊、哦？那我在下面一点。好了好了好了，你去哪里？问好，这边。哎，放完，你先放田埂那边，你要排好。哎，不要用丢的。哎，很贵的买呢。这里是花莲县玉里镇的春日部落，在群山环绕的田野中，有一群大学生正忙着插秧。过去只有老人家耕种的田地，现在多了一群年轻人，显得格外热闹。老爷，你们今天要做什么？今天要补秧、除草，因为都被金宝我吃光了。不是，现在有人跌倒，我觉得很容易跌倒。不是说爱人如己吗？不能煮。这八个年轻人是花莲东华大学的学生，今年报名了大专生回游农村竞赛，希望以年轻人的创意和热情走入农村，了解农村，进而协助农村再造。八个大学生来自不同族群，包括闽南、客家、阿美族、布农族和赛德克族。好，当初我们来就是要参加农村回游的比赛，就跟姐姐讲说，姐，我们有一个比赛，然后我们选在这边，然后可不可以这样子？然后姐姐也是很爽快答应，就说好啊好啊。啊，你们要做什么？然后不知道。马耀是阿美族青年，他们组成的团队称为春日阿美丽，驻村地点就选在春日，因为这里是马耀的故乡。不过从小在台北土生土长的马耀，跟其他团员一样，对家乡春日部落其实很陌生，要怎么进行回游农村计划也还在摸索中。我是自己会担心啊，但是大家也会担心说进来到这个部落会不会有一种排外的心态？啊，你们都没有做过，啊，老人家怎么会愿意让你们帮忙？他不怕你们学啊？学啊！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这边学习，然后过这边的生活这样子。老人家光看到年轻人回来就很开心，然后愿意下田的，哇，他们也就觉得很感动。有累到吗？累。哎呦喂，很烫呢！哦，有没有累？还好，然后就很喘。马耀18岁以前都住在台北，对于故乡的记忆仅止于每年回乡参加丰年祭那两三天。这次要常住两个月，希望透过驻村学习在地知识，并找回农村的实践力量。首先就是带大家认识春日部落。好，出发。哪一个？你们知道那个阿强哥哥吗？打鼓那个，他的家住这边。阿妈，好，你跟他们讲，你这个房子多久了？哇，几十年啊！阿妈当小姐的时候就盖了。阿妈当小姐。阿妈，你是我们这边第一个杂货店吗？没有。第一个是谁？对啊。第一个我台湾呐、啊。是台湾的、哦、原住民呢？你啊，哎，你就是你啊。第一个杂货店呢、啊？有钱呢，好厉害！桃木，对。要真亲和阿公。闲话家常，认识居民是拉近距离最快的方法，而主动参与农事更能直接学习。
很痛。小心走这个桥，是上次我们做的。跟谁做的嘛？姐夫。轻一点。真是一瞬间。哇！小心小心，果然是真实的。好笑，好笑！你会滑的时候你要抵住啊，不是尖叫啊，那么慢的速度。一大清早，大家来帮忙采笋。京都耳笋是这里的特产，生长在陡峭的山坡上，不容易采收。被卡住，快被他卡住！你要休息吗？放，各位手放掉，手放掉。子任，把这个拿出来。采收完还要加工处理才能烹调，农夫请出了部落的老人家来教大家剥笋的技巧。这样切哦，对，你小心的手往后，这样比较好，比较好转。好，那是从这边包过来的，那你就要往那边转。折了之后往这边转。它就给你抽出来，像我们没有水啊，有很高的哦，很可，就把那个很高的那个竹笋呢，熬下来喝那个水，不要像阿妈讲的话哦，要讲的话颠倒了，山上没有学校。啊嘞耶啊嗨呀，嗨嗨呀。跟着部落的长老学习，才发现这里充满了阿美族的智慧，而部落文化就深藏在其中。阿妈刚才首歌是在唱，你刚唱什么？是我们一年一次那个过年祭嘛，所以有的家庭过得不好啊，我们就走一个一个家去祝福他的家里。要安慰他的辛苦痛苦，我们有求到那个上帝给他们好过的日子的话，会给他们做梦好的。爱你路马诺马古阿米萨。对阿美族人来说，音乐和生活密不可分。相同的曲调，却因为现场气氛不同而即兴唱出不同的歌词，随时记录春日部落老人吟唱的歌曲，这也是他们田野调查的一部分。好吧，那刚刚那个歌，你在介绍什么？欢迎来到春日，来到春日玩。虽然没有什么，也有竹笋了。我们一开始也是抱着未知的心情来到这里，实际操作的时候就是去夏天啊，然后弯腰除草割稻子，才真正体会到就是农人的辛苦。我觉得族人都非常的好，我们需要什么帮助他们都会不惜一切就是帮助我们，然后帮我们解决问题。我觉得每天那些很简单的问候，就是知道说我们对他们来讲是就像小孩子一样。抱持着学习的态度，也体会到农夫的辛苦，马耀他们渐渐理清楚，希望透过影像和文字记录为春日部落发声，从生活中去找寻很多很多文化的记忆，对吧？从老人家的访谈中去了解，下去做之后才发现，其实不一样。其实你在做学习的当中，你不会很累，反而多了一份喜悦跟快乐，因为有其他七个人一起跟我在做一起的学习，这样子。哇哇嗨哟！哇嗨哟！能有一群好伙伴陪着自己重新认识故乡，让马耀心存感激。这是过去的他不可能做到的事，
这也让他发现自己对家乡真的认识不多。然后米达恩尼拉登，有这个吗？来翻译，来翻译。错就是在于我跟老人家对谈过程当中没有很顺利的可以用主语表达出来，因为有时候会爱面子，然后觉得说不懂就装懂，然后哦我会啊我会啊，就是实际上不会，一定要学你才有那个东西才是你的，那所以我就也放下这个包袱，我就跟着做，跟着学，即使被笑。前马耀的父母决定从台北返乡定居，并学习耕田种稻。每次要马耀回来帮忙，他总是意兴阑珊的回绝。刚开始会排斥，因为可能因为在台北待太久了，对吧？很多事情会变得哦，这个我没有办法，有点累。这段期间马耀的改变连父母亲都感到惊讶，这一段时间看他们这样真的是有真的是在体验，他们不是说做做就好，没有，真的是在帮我们农民不少事情，要做农要有方法，那借他们这一次回来这里跟农人在一起，让他们去想一下说哎，怎么样去改变农民的生活，回想是说，哎，我们大专生回来做农，也让他们觉得是很欣慰啊。等一下，我去调一下那个秧苗。妈妈，你觉得呢？你看到他的有没有什么改变？看，然后皮肤黑一点了，表示真的有认真在太阳底下被晒。你说就这样哦，就工作方面的一个态度也改变，比较成熟一点。就是说啊，我做这件事情，等一下要做什么事情，他会去思考。以前不是，变成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那不一样，真的是长大了。你没有加冰糖啊？不是这个味道，是要采那个干掉的。啊，阿妈在这边哦。春日部落也像一般农村一样，留下来的几乎都是老人。驻村的这段期间，这些大学生感受最深刻的就是老人家的体力已经无法负荷，而采收的成果也无人共享。本来这个也是很漂亮的豆豆，这边、没有人，没有人摘啊，那个豆很高啊，给它洗掉。阿妈他们来帮忙，有没有很开心？很高兴哦。有人帮忙，我35岁就没有老公，小孩子一个人养，最小的1岁，还没有1岁就没有爸爸了，想到自己的累，想哭啊！啊，不要哭。对啊，你还要教我们种小米不是？我们还会回来哎。马路来手机，马巴鲁马达多达达。你妈爸如妈，我爸带手机妈，哎呀，我爱哭个哭妈，咖喱妈很奥基纳塔登山，很好听哎，阿妈，阿妈，阿妈，你刚才唱那个是什么意思？阿妈种的菜没有半只，小孩子没有在家里，这个都是辣椒哎。什么很可怜的歌啊，妈！哎，你有没有比较开心一点的？我的菜长大了，我一个人看这个菜。有花生。啊、不要这首歌啦，妈会哭你。好点的，开心一点的。我们大家来到你阿弥阿，大家来到祖地吧。走入部落，他们发现的问题越来越多。
投入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大家决定要让更多人聆听到这块土地的故事。每一户每一家的人都去拜访，去问相关的历史跟一些有意义的东西。那我们又到外面去帮忙插秧啊，做这样子。过程当中有新鲜的人来，他们会在旁边看，那个感受力越强，那就开始参与。春日过去就称芝罗部落，位在花莲最南端的玉里，贯穿部落的193县道上，除了许多单车族呼啸而过，几乎没有人会在此停下脚步。为让更多人认识春日，大家在脸书上发起单车游春日的行程。今天来到春日，然后来参加我们今天弯腰慢活春日193的系列活动。是啦，来自己挑自己的雨鞋。山坡地很滑，要穿雨鞋。旁边有很多可以抓的，抓的支撑物，请大家好好善加利用。哦，是不是很硬？对，到这一段。大家带着单车族一起上山采笋，中午就亲手采收各种食材，做成阿美族风味餐。开始洗盆喽！今天的这个行程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印象最深刻、最有趣的？去采竹笋，它很细很长，然后。就那个声音很好听。我没有在这么陡的那个坡，不知道原来采竹其实还蛮严苛的啦。他说他们的阿公已经过了那一座山，已经过了好像快50年了。今天就是把我以前认识的东西全部都具现化出来尤其是因为他们办的活动可以跟在地人连接，才会听到一些比较深的故事。你们在办什么仗啊？对啊，我们今天是跟单车客一起来，对，一起逛。对啊，是从哪里骑过来的？苗栗通宵。哇塞，那一半了，到一半。这个是我们春日地区种的葛玉金做的那个葛玉金洞。好，谢谢。虽然参与的人并不多，不过总算有了开始。透过介绍春日部落，马耀也更了解自己家乡的故事。春日193 go！文化保存这件事情，我们不想让它弄那么严肃，因为严肃的成分就很多，大多于就是会排斥。我们想让它变成是属于你的生活的一部分，变成是你习惯的东西。两个月的驻村行程即将结束，最后的压轴好戏就是一年一度的丰年祭。这样嘛，阿公，你这太难了啦，怎么这样？对啊，很难。慢慢来。阿公，这不可能一天就会了吧？天猪了，真的吗？以往马耀只有回乡参加丰年祭，这次他从活动前一周就开始跟着准备。大家要学习编制祭典时摆放食物的各种器皿，不管是建筑或槟榔叶，材料都是来自大自然。反了呢，错了，怪怪，错了，这里怪怪，那要重来。不要在这边，要拉下来。回到这边来。对。阿姨，这什么？阿姨，这是什么？这是王宫的了，那个王啊，王宫。因为我们以前老头子都是在山上啦，还是在河边，没有带那个碗啦。我们用这个槟榔树的，在山上有槟榔树嘛，就做这个来做那个王宫，放菜的。来，马来巴的。哦呀哦呀，哦呀哦呀，哎那罗哎呀，哦哎呀哎那罗哎呀。他们要学习的东西太多，包括歌舞的练习。好，预备，五四三二。好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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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路弯呐，
那那那那。对嘴哥。两个月的朝夕相处，大学生和部落耆老建立了如同祖孙般的情感，这份感动也给了大家更深的体悟。我外公外婆他们都一直在南投，就是种茶叶跟凤梨，然后我从来没有去过他的田。以前我就很不能够理解为什么就是阿公年纪那么大了还要下田。我觉得现在很多人，连我自己以前也是，就是人跟土地抽离了，其实只有农夫他知道，因为他每天就是跟土地对话。你要去了解，你要去感受，你才能够学习尊重。大家好，我是阿林奈，阿林奈好。穿上传统服装，春日部落的丰年祭一连举行三天，这群大学生组成的春日阿美丽也在会场上设摊，摆上了阿美族文化的介绍看板，收集来的老照片以及两个月的活动点滴。他们要让族人检视工作成果，也让观光客有更多的认识。好，我们掌声热烈欢迎我们的勇士小我们不讲丰年祭，我们讲以离性。然后我们希望那个时候我们可以感谢祖灵，然后感谢这片土地，让我们有这么丰盛的一个谷子跟稻米收成这样子。以离性呢，里面还有带着是年轻人去学习，去懂伦理。这场盛会，马耀证明了自己已经迈向成年，他找到回家的路，并与伙伴们共同经历最充实的暑假，一个丰收的假期。马耀他给我的就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力量，其实就是蛮感动的，就是看那个青年回家，就是我们跟他旁边也学到很多东西。大家都换上了部落的传统服装，手牵着手，一起踏着脚步高声歌唱。这一刻，他们也是春日部落的孩子。